小子为何能驱动狐妖一族的独到法宝？莫非那时的那个是狐妖之力？不是，此人的头脑机制相貌英俊，皆因遗传了一身上好基因，和狐妖之力没有半毛钱关系。贫道白求恩，受这位女士父母之命，特来请几位妖怪不要再缠着她了。范云飞自失去妖力。 无法世袭皇位，已被放逐。现在无才无势，你想趁人之位？我们有这位小道士大仙帮忙，他绝不会帮穷光蛋的，是吧？儿子，老爸，放开那些糖果！啊、你，停下！你，哇！ 你以为爸爸只会抢你糖果的人吗？你就是！你居然打爸爸！爸爸在哪些呢？需要趁糖果来缓解心中的忧伤。滚！那是我的！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！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殿下，你为什么要唤醒我？ 哦，姐姐，儿子，那个臭傻狐不过去的破产的穷鬼而已，你让他没有命，废话，臭了吧？知道我的厉害了吗？你要是再不把这些糖果交出来，我就用这张符贴你了。老爸太伤心了，你居然用晴天霹雳无敌勾引儿童犯罪定身符来对付老爸。你以为我还会上当吗？ 看来不能再瞒着你了。其实这次的任务我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定才接下。西西与皇子虽落魄至此，仍是非常危险的任务。这跟我的糖果有什么关系啊？老爸不过是想在去这个世界之前多给你留下一点财产。老爸得了绝症，月初。少恶心了！ 就是不想把糖果交出来吗？像这种胡话，看来你把糖果看得比老爸还重要。一个将死之人都得不到儿子的亲人，儿子，你一定要幸福的活下去。别这样，老爸。虽然你平时很刻薄，这些糖果就…… 跟老爸比你还嫩了点儿啊！范云飞，我全都想起来了，你这只见利忘义的臭狐狸，居然还敢回来找我！殿下不是那种人，殿下为了你苦苦追寻了几百年，为了我，是为了他的皇位吧？姐姐。 可怜的皇子，为了你这样的女人，臭女人，我绝不会放过你的！无礼！啊，秘书姐姐，这怎么办呢？会死掉吗？他是杀妖，把他堆起来就能恢复了。你张嘴，惹上皇子黑，我们吃不了兜着走啊！ 我懂了。喂，你是想让我这辈子都无法恢复吗？嘿，这么容易就解决了杀妖？大小姐真厉害。那么现在就由我来履行你父母的委托吧。我每个都是这样。怪叔叔，看我就能变大款啦！你小人，可恶！阿姨。 你要抓走范哥哥和秘书姐姐的话，我会对你不客气的。搞定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呀！放开呀！放开呀！冰凌雪枪。 冰将军厉雪阳，我们买卖人口是不对，还请您高抬贵手放过我吧。你没事吧？啊，帅呀！嗯。
丢了枪。哼！零零血枪化水为冰，去死吧！危险！没想到大名鼎鼎的冰将军会败在我的手里。什么？臭狐狸，快给我吐出来！冰将军，我知错了，求求你饶我一命吧。哇，自由了！哎呀，终于自由了。朕抓了不少人呢，刚才谢谢你帮忙。你是珊瑚妖吗？你咽下了玉水珠，没有问题吗？吾儿成功解救了族人，立下大功，大家一起来恭喜吾儿登基。不行，他不能继承皇位，皇子是在厉将军的协助下才成功的，所以不合格。除非他们能永远在一起，这样才能继承皇位。对，结婚。你是为了继承皇位吗？把范云飞揍一顿就放了他们吧。大小姐，那报酬呢？我会叫我爸给你的。天下被打得好惨呐、可恶，我饶不了那个死老头子。说起来你们是破产了吧？嘘，破产，难怪我们已经50年没收到工资了。混账！你们身为臣子，怎么能对殿下那么没信心呢？只要皇子恢复了完整的身体，一定能夺回皇位的。变回人性也没怎么样嘛。散伙了，散伙了，散伙了。喂，我也要走了。我不是慈善家，帮不了破产的人。道士哥哥，道士哥哥，你不要。你不是答应过要帮助我的吗？你给我的报酬全部都被抢了，我为什么还要帮你呢？对，你欠我7打1匹5彩棒，快写个欠条，等你下个月拿了零花钱就还给我。他这是又贫又女啊。这是道士哥哥，看你们这么可怜，我决定还是帮帮你们。不过你们也帮我一个小忙吧。你看，你看，你在哪里呀？你到底跟一气道门的王家有什么仇啊？说到跟他们的仇恨，王少爷，请问有何贵干？我们在找一个人，那个人昨天在电视台和你女儿一起消失了，我希望你可以给我们提供线索。小女去了电视台后就一直没回来呢。小姐，快告诉我们白月初在哪里，我们一起到盟再找本。今天别惹老娘。女儿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女儿，你说话呀。少爷，你没事吧？鼻血。要用智慧，只要成为他的爱人，就能轻易打听到他的秘密了。现在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泡妹王的实力。指尖上的风微甜，
他说天亮就要远去，去追寻你停留的天地。纵一生短如潮汐，别临摹书中传奇，传奇多少别离，我只是不经意遇到了你。恰好落的雨，又恰好依偎在一起，这样多好，管它是阴是阴。若此情不语动流星，不与逃避，千山万水